先生你们一起手，爸爸妈妈帮忙把两只手紧紧的握住，这边呢象征着是一份幸福的传承，一份幸福的叮咛，那也相信呢我们的知己在往后的人生旅程道路上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您的女儿，好好的照顾小薇，好好的疼爱她，好好的呵护她。这边也要请我们的男子汉哦，志奇来，要跟大家许下承诺喽。接下来，我们小薇就交给你了，请你要好好的照顾小薇。请问你可以做到吗？可以。来，我们各位嘉宾也给我们新郎官掌声鼓励一下。男子汉大丈夫的承诺，在我们所有的嘉宾好朋友见证，也在我们爸爸妈妈面前许下他的誓言。接下来的话呢，也请我们的新郎官之奇跟我们小薇的爸爸交换一下人生中最重要的位置。好，来爸爸妈妈，来请我们的新郎新娘，来我们之奇跟小薇手牵手。好，来我们手牵手。一个深深的一鞠躬感谢，谢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教育之恩，我们一鞠躬，谢谢我们的女方家长，也谢谢爸爸妈妈这么放心的将女儿交给我。好，接下来呢，我们各位嘉宾也请大家用一个温暖的掌声，也邀请我们的女方主婚人先到我们的幸福主桌，请就坐。来，我们有掌声，恭喜。今天留下的泪水呢，都是欢乐但是不舍的泪水，因为有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疼爱的女儿小薇找到人生中的幸福，内心很开心，但是又很不舍。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嘉宾朋友们，也就是这么的多。我们都说了，鸳鸯戏水，又伴相随，花开富贵，啊，他的委屈，因外外就得到谈色会。接下来我们请呢工作人员帮我们将新郎新娘的交杯酒先递给我们的男女主角。好的，没有错，因为我们有一句呢叫做高杯要再高新郎。来，那我们哇，最萌身高差的志奇的小薇，志奇你要稍微多把握一下。对，很好。哎，这个酷水美发很帅哈、哦！来，接下来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待会呢，我们新郎新娘喝下交杯酒，同时哦，需要你们的掌声当背景音乐哦。来，我们三二一，一起喝下幸福交杯酒，掌声再次为他们祝福，幸福到永久。哇，看起来新郎新娘口都很渴，好、哦，已经将交杯酒喝完了。新郎新娘都不容易，都蛮辛苦的哈。来，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好，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一起回收酒杯。好，接下来的话呢，来到我们先是请新郎新娘到我们的幸福主桌哈，因为呢，我们要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好朋友们，这边的话呢，来，我们要一起来欣赏一部 MV。这部 MV 的话呢，先请各位朋友了，瞧好了，有点抽筋的感觉啊！加油加油！平常香蕉多吃，你不会抽筋的。哎，各位。